绝对是个美妙的夜晚。虽然我们素未谋面，氛围阴沉，音乐渐缓，每个人手都已飞又坚定。M V 压力猫也翻开剧本，我们故事现在开始，每个人介绍自己的身份，记录在面前的这张白纸。一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，像是某国的公主。第二位玩家是大道士，为他的职责是拥护。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，他和公主有些冲突。最后所有人目光一向我，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我看看身份，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的唱只有微笑，看我扬起的嘴角。你阳光开朗大男孩，你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只是路过碰巧，被卷入这场纷扰。你阳光开朗大男孩，你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没有任何秘密，为啥我坐在这里？阳光开朗大男孩，你阳光开朗大男孩。这一局游戏到底和我有几把关系？伴随着实力被发现，气氛变得逐渐焦灼，每个人都在争辩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，在一条条线索公开之后，讨论越发激烈。你按说轮流发言，解释自己所做的一切。公主身上的毒药，她说是为了暗杀王子，带刀是被身上的佩刀，肩胛上也没有清晰的样子。王子准备的生死暗器，但他没开始动手。所有人目光一向我，问我案发前后做了什么，我看看线索，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一直在那儿坐着，